表演者郭德纲、于谦。人来的不少，哎，今儿多，我很欣慰啊，我很痛快，高兴，高兴，嗯，有很多老朋友，哎，熟人，也有新观众啊，头一次来的，头一次来的，嗯，希望您以后经常来，对，这位大伙儿都知道，啊，也都熟，我们这儿的中流砥柱，哎呦，不敢，中国相声界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越说越过啊，著名相声演员谈不到，你叫什么来着？不认识啊，嘴边挂着叫有名字，反正是您挂哪儿啊，嘴边呢叫什么来着？什么赵什么呀？什么于谦？哦，孙先生跟我合作的大约、啊、您这耳朵还不好啊，是怎么啊？刚跟他说一遍于谦，于谦，哎，对，于谦是了不起的人呐、啊。没有，人太好了，是吗？台上这咱不提啊，嗯，台底下，哎呀，呵，是好是不好啊？好啊，啊，那我就踏实了。那人性，哎，啊。我招你惹你了？我人性好，人性好怎么脆上了？这个有点土，来分析蜻蜓了，好嘛，了不起是吗？您做人啊，占五个字，哪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嚯，我都全了，了没有？有哦，了。这个人说实在的啊，现在最缺，知道吗？没有，缺大发了。是缺我呀？是缺什么呀？就是你这样的缺，知道吗？不多见。我越听越别扭，这话。自打八几年严打之后，这样没了。是全进去了，那就。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占全了。嗯，这叫圣人。嚯嚯，于圣人。哎呀，你过奖过奖，剩下了，剩下了，剩啊，特别剩啊，圣贤之圣，圣贤，哎，先说这个人，这怎么讲呢？宽厚，哦，宽厚慈悲，这是人，善，善待别人，啊，走到街上，啊，小孩们跟那儿打一只猫，哟，这么大个大猫，野猫没人管，那也不行，瞎一只眼，啊，孩子跟那儿淘气。拿小棍儿站着打死你呢，哎呀，这性子挺慢，心眼儿可够狠的啊，没人管啊，于谦过来，上走，哎，拦住，走开，那大眼珠子呢？猫呢？谁都别靠前，多可怜这猫啊，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你看看，躲开啊，出去了，大皮鞋这么大个啊！一脚踢死了，死了，不受痛苦，不受痛苦。哦，人心呢？是啊，这叫善。走到那地铁口那儿，嗯，数九龙灯，大雪纷飞，冷，有卖小兔子的，哦，小铁笼子编的小白兔，不给吃的，不给喝的，啊，二三十个都码好了，哦，这人也冻得躲着地铁口那躲着，你看谁管得了啊？人家打着我多少钱？多少钱？干嘛？十五。哦，十块钱一个，我全要了，够了，我就这么高兴，给你吧。给完钱了，嗯，买裤子走了，嗯，于谦跟这儿，哦，28一个往外卖，啊，倒兔子的呀，心眼好啊，哎呦，这叫好吗？这个走到这门口来老太太，嗯，这胳膊有残疾，哦，鬓发蓬松，穿着衣服很破，一脸的滋泥，要饭，无家可归，这挎一兜子，嗯，没人理，多少人跟他走一对脸，不识茬，哦，我们师哥看着。从自己身上抓出一大把钱，哦，一块的五毛的，好，都裸一大把零钱，哇，给塞兜子里边了。你瞧瞧，带出一张50的，啊，别
罪人，罪人，罪人啊！不是您说准了、啊、这个人心善良啊，这叫善呐、啊，义，这个年头能占个义字的不多。这怎么讲呢？唯独于谦，义气呀、啊，大公无私啊，哦，为了别人很慷慨，是是，不计自己，没有，就他一人，为了别人怎么都行。对，我家里养一大狗，这么个，嗯，那天病了，哦，把我急得跟什么似的，嗯，养了六年了，心疼，花钱无数，找大夫开了药回来喂，不吃，你看，你撬不开嘴。不张嘴，你谁弄的？急给你瞪眼！哎呦，怎么办呢？啊，半夜三点给他打电话，对，这狗要坏，你们完了，我来，我去了。演出刚回家，刚躺被窝要睡觉，哦哦，和别人起来是，腾就起来了，那我得去啊，往我这儿赶，俩小时，抓紧，这狗有救，你别着急啊，嗯、啊，你先坐下喝口水，劝我，沉沉气，我很感谢啊，啊这么晚这么老远的赶过来，是，我这狗怎么着？行完了。找一棍儿，空心的管子，啊，把那嘴撬开了，嗯，把药吹进去，哦，愣往里吹，愣吹，吹进去，啊，我就活了，是是，赶紧吧，我弄不了，啊，我都急死了，他来，找一管儿，嗯，狠着这药撬好了，嗯，吹，嗯，狗站起来满地跑，好了，他坐那儿一脑袋虚汗，累的，就是，我说怎么样，师哥，嗯，累够呛吧，是，我没他吹得快，我给吃了。你不服是吧，这忙帮的这糟心劲儿是吧，最近这狗下小狗了，下小狗我给送一回去，嗯啊，我就让你见一份人是吧，不是，你感谢你啊，明白吗，谢谢我仁义礼礼，那最最讲理，哦，讲理，哎呀，于理鲤鱼鲤鲤鱼鱼鱼讲理都知道，这字儿都有前有后，怎么排着呢啊？很有礼貌啊，而且人心好，一上汽车，公共汽车，往这一坐有一座，待会儿上一女的三十来岁，抱一孩子，啊，怀抱着孩子啊，哦，这一车人没有让座，哟，没人管，就他站着，来，大姐坐这儿，人家坐着，他站着，多好啊，礼貌。当然了，他也有他的想法，怎么？看看怎么给孩子喂奶。嗨。哎呀，我这图什么呀？我知道吗？仁义礼智，智就是智慧，哦，就是聪慧，哦哦，明白人，脑子得灵，得快，得聪明，就是他最聪明，最聪明。啊，这散了回家，嗯，晚上打一车，坐车上自个儿一琢磨，嗯，这智慧来了，哦，我要是不给他钱，我就省了。这一般人谁想得到啊？谁这么想啊，你得说是不是啊，咱们想不到，咱们凡人是吧，你看人家不给钱能省，哦，就想到这儿，当然了，这个有技巧，这什么技巧，一伸手掏皮刮刀里，哦啊，掏耳朵，刮刀掏耳朵，还这的，嗯，你打算要钱吗，我啊，嗯，要钱吗，开车的说什么，我害怕啊，开车吓坏了，哎呦，掏皮把大菜刀了，嗯啊，挂着胡子，你说呢？哦，于谦一点都不含糊，这智慧腾就反应出来了。嗯，四百行吗？嚯，见着吃生米的了，这是。嗯，仁义礼智信，信念战。哦，还有一个字儿，人无诚信不立。嗯，诚信是万事的根基。对。信字最要紧，这话对，对不对？嗯，好些人不讲诚信啊，看了您，他们应该惭愧，哎，应该学习，知道吗？哎，当初那些年，谦儿哥也不老有钱的，没有钱，当初也没辙，也愿意买房买什么的，找一好朋友借50万，哎呦，这可不少，一般人不敢借，因为什么？怕不还，对，唯独借他敢借，哎，知道有诚信，有信用，人家拍胸脯说你甭管，嗯，钱我拿走了啊，到时候准还，哎，记住这张脸，看见了吗？啊。再见面还你钱，哦，再见面就还，了得吗？嗯，拿50万走，嗯，拿出8万，整了个容，这脸变模样了，原来好看着呢，你看现在弄这模样弄的，跟包子似的，嗯，没听说过，仁义礼智信，这不传了，我佩服你啊，啊，您还佩服我呢，崇拜你啊，啊，你是我一偶像，嗯，真的吗？我太痛快了，我看你痛快了，看见你我就痛快啊，走啊，
咱俩走外边干嘛？走啊！你看糖糊什么呀？走啊！走什么意思？吃饭去。哎，您别吓唬我行吗？哎呀，你也吓我一跳，我真怕你给我一嘴巴。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咱这不能这么说话行不行？咱们不能每天呢光站着说相声啊，适当的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哦，该歇着得歇着，哎，得有休息的时间，对不对？对，上家去，上家，你跟我走啊，吃饭啊，您请我吃饭，乐了啊，乐了啊，乐了啊，看见了吗？不，你站这个门子就大着了，你知道吗？吃饭是好事，大家吃去。哦哦，哥俩谈谈心，好，好好聊会儿天。家里可没大菜啊，家里头咱们就家常便饭。哎，对对，就火，可口就成，就火就火。不谈不到，你别挑眼啊，不挑眼，好不好？吃什么都成。弄点小凉菜，好，哥俩为聊天喝酒嘛，是不是？对对对，花生米喜欢吗？好啊啊，下酒啊，喝。嗯啊。花生米，你琢磨，哎，你琢磨，我都替你美得慌。就一花生米也不至于，咱是炸呀，咱是煮啊，随意炒啊，嗯，咱是碾碎了拿勺㧟呀，没这么吃的吧？多少种吃法？那就行了，挑一种就得了。美食家呀，嗯啊，行吧，炸煮都成，炸花生好，多搁点油，哎，炸完了撒点盐，哎呀，了不得了。不等过生日，别啊！行，听这意思，就过生日才吃这么一回。炸花生，好，炸花生，你带来吧。什么？您说？你背80斤花生？我背80斤花生？对。咱们吃完，您在门口一卖。讨厌吧？我请他吃饭，他小瞧我。我门口没有卖的。哎，对，有卖您就卖了是吗？不是，你带点来，带点来，你乐意带带，不带拉倒啊，无所谓的事，哎，反正不在乎菜。对呀，啊，弄点小凉菜啊，拌一黄瓜丝儿怎么样？好啊啊，清口啊，呵，黄瓜丝儿，哎，来点醋，来点味精，来点盐，嗯，好，好，黄瓜丝儿，黄瓜丝儿，拌香菜。香菜爽口啊，香菜是药材呀，啊，对对，学名叫盐碎，哎，碎吗？对对对对，拌香菜也好吃，还拌一青椒丝儿，哎，要不咱来个老虎菜怎么样？这不是一个菜吗？这不是啊？来四个菜，这是四个菜吗？这个四个菜，拌黄瓜，拌香菜啊，青椒，拌老虎菜，哎，您搁在一盆里就完了，这个好，哎呀。多弄点，多弄点，就一个菜就完了，就这么定，就这么定。嗯，我家里还有一个茅台的瓶儿，瓶儿，来点开水搁里边一晃，嗯，开盖，倍儿香。哎，这那也不能广闻呢，啊，这个酒要少吃，是要多吃。哎，喝不喝酒都无所谓，来点啤的吧。哎，这你别看现在一早一会儿凉快啊，嗯，还是没凉快透。哎，这还是热。喝白酒烧心呢，哎，对对，来啤酒冰镇的，喝两口，对，哎呦，喝好，好，不是请我吃饭，您这儿老过什么瘾呢？替你高兴啊，我这用得着吗？这个好，好，咱来啤酒，啤酒可以，啤酒，嗯，咱来20两，来一瓶啤酒。您这慢慢往下唠可不成啊，要记你喝稳了，记着你喝一瓶，一瓶吧，咱有那个喝白酒的杯子，咱来这个好吧，拿喝白酒的杯子咱倒啤酒，你不够兑水啊，你不够兑水，算了，您就这，啊，干脆给我们水喝不就完了吗？喝这关键吃饭，哎，这看饭吧，你喝一肚子那玩意儿干嘛？是是就是，嗯，来点什么饭？来点好的猪食给你。猪食啊？什么什么里边有麸子不掺？你吃啊？什么吃啊？那叫什么主食？主食主食。哎，这个一期的发音我闹不清楚。您这折口本身就没弄清楚，是啊？还一期的呢？来点米饭汆丸子。哎，这好，这好，好大米饭，要了命了！好大米饭哪有这么大呀？你这啊啊，正经天津小站，这好，小站到，哎，揭开锅一瞧，呵，怎么样？一
层油料，甭就饭，连盆都吃。我干嘛呀？我这么好，米饭啊，米饭，米饭，咱们来点儿羊肉丸子汤怎么样？行行，饿了又饿了，又饿了，你看见吗？这好东西，沾这东西搭着的，这好东西，羊肉丸子好，正经咱从羊吃吗？这不是废话吗？来，肥瘦剁，啊，剁。剁完了，葱末，嗯，姜末，好，花椒水，嘿，搁盐，嗯，搁点鸡精，嗯，点香油，哦，搁俩鸡蛋，哎呀，拿盆一打，嗯啊，窜出来这么大个，哎呦，马粪怎么着？哇，甭形容了，你这一口一个，玩命吃啊！怎么样？行，好不好？就这么吃，我替你痛快，我告诉你吧。行，明天中午，中午好，好，好，嗯，咱们早晨，你，哎呦，你还不认识我？明儿早晨吧，咱们说一地儿的 啊，找一地儿咱见面。早晨三点啊，嗯，萧山鬼见愁，我那儿等你啊。你呀、啊，你多带点钱啊，你别跟家里人说，听见吗？您要绑票啊？是怎么的？我那儿候着你去，我啊，对，我指不定去不去啊？怎么了？吃饭都不去啊？吃饭有约这地方的吗？约这点儿？那地儿明了，一听你就知道了。这行了，行了，太早了也。那就剧场门口。哎，这地方剧场门口就这儿，好吗？可以，好、啊。哎，您吃上我了。你行啊，你不吃上我不容易是吗？好不好？哎。我有个建设性的意见，没事儿，怎么着的？您说，不太成熟，但是我想跟您探讨一下。没事没事，您说，这个羊肉丸子汤啊，哎，把汤都做洒了啊！羊肉丸子汤这不是个事儿，怎么不是事儿啊？汤泡饭水花花，当时估计你来几碗饱了啊，一会儿的功夫上趟厕所又完了。至于这么快吗？站在厕所你就得喊饿，不至于吧？是不是啊？这不是个事儿。那不是事儿怎么办？要请客不能请人吃这个呀。哦，这不疼时候不成？是不是啊？嗯嗯嗯。啊，对。烤鸭吃吗？嘿，这好啊！哎呀，怎么了你？烤鸭你也吃？呵。您惦记情过我可不就吃吗？吃吗？吃啊，正经全聚德的手艺。好啊，烤出来枣红色的，嘿，拿刀片完了，嗯，有皮儿有肉有油，哎呦，小薄饼一夹，搁点酱来点葱，嗯，卷上吃，太好吃了。对对对，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嗨，我至于这么没起子吗？我好吃啊！我吃什么了？我就太好吃了！哎，好，可以。人家这鸭子不是外边买的那个？那当然了，人家自己有鸭场，田鸭，哎，对，专用的那种，是外边见不着，定养的。哟，这怎么办呢？啊，外边见不着怎么办？找去，我给你偷去。偷去？我给你偷去。上哪？对，我们楼上有。楼上？我们楼上养鸽子的。对对对对对，偷鸽子去呀、啊？这工艺是一样的，按烤鸭那么做，烤鸽子去。嗯，我在家给你烤啊。我书房里有一炉子。我您书房里有一炉子呀、啊？挨着字台边儿砌一炉子，正经烤鸭的炉子。哎呦，哎，一样。是啊，味儿一样。哦，比鸭子不次。烤鸽子，鸽子还稍微小一点，比鸭子是小多了。没事，肉不够，饼来凑。吃饼，家常饼，家常饼卷鸭子，你偷着乐去吧。哎，这饼弄完之后啊，又酥又脆哦，往这一搁，这么大张，呵，来俩鸽子，来捆葱，来点萝卜，来点黄酱啊，抹完了，卷好了哦，拿裤腰带捆上。嗯，抱着吃，咬一口咽不下去，拿火筷子往下捅。哼、哎呀，我这吃饭呢，我这玩命了啊，现往下捅啊，怎么样？这不怎么样，有这么吃的吗？这个，您再想主意吧，这不成。哎，道理啊，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您这建议都不老成熟的，说点什么呢？啊。不是您快想啊，不想一会儿我给您拿纸去。
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呀。吃一碗面糕去。不是您请客是怎么意思？请不请？你想啊啊，海鲜吃吗？哎呀，乐来乐了，又乐了，又乐了。不是乐啊，这起子大了，看见了吗？就爱吃海鲜。你爱吃？哎，对，我也爱吃。对的，哎，啊，海鲜，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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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海鲜啊，决定。我有个朋友哦，唐姑娘，嗯，每天啊拿快递给我寄海鲜，快递，嗯，吃吧，鲜呀，吃吧，好，好，好，龙虾怎么样？爱吃啊，你看，啊，我爱吃，不吃小的，对，那个马小没法吃，那也不叫海鲜的了，啊，咱俩外边吃马小，怎么不得要四个是吧？谁吃啊这四个？救饼啊，喂救饼啊！那行，甭提那马小了，就大龙虾，哎，这么大个，成个的，这么大吧？啊，这么大，嗯，垮炖，我，呵，哎呀，哎呀，对对对对对，等不了了，我，哎，行了行了行了，别想了别想，我要垮炖龙虾，行了行了，别想别想了，怎么着？这龙虾有垮炖的吗？这个家常做法吗？家常。做法也不能这么做呀，那杵碎了，杵碎了剁虾酱抹馒头吃啊，这好东西都这么糟践了，这个好，哎，来龙虾，龙虾鲍鱼吃吗？吃啊，吃鲍鱼更好了，那东西，哎哎呀，嗯，哎呀，您要是不行咱就不吃了，您当然您再死在这儿，我替你美得慌，甭替我美。哎呀，鲍鱼，鲍鱼最讲的是那汁儿，哎，这鲍汁儿那汤最好。对，先吊汤，哎，吊汤，洗干汁汁儿，嗯，吊汤，对，汤差不多了，咕噜咕噜，嗯，来下，炸豆，我上，啊，捞出来剁好了，搁碗里，嗯，来勺蒜，嗯，你要是不要火了，光要鲍鱼，这叫菜底儿。您按卤煮火上那么吃鲍鱼啊？哎。哎，行，我说，哎，啊，您回来吧，回来吧，我都痛快死了，我都，您痛快死了，我都让您昨天死了，这个太好了，有这么吃鲍鱼的吗？这，你看，另类啊，咱们这是吃这算行为艺术，你知道吗？什么行为艺术？您拉出这个去，你知道？哎呦，我这糟心劲儿了，这，嗯，还有皮皮虾呢，好，好，做馅儿吧，哎，烙盒子，馅儿盒子。哎，皮皮虾老盒子，哎，这你没吃过啊？我当时没吃过。我说您站稳得了，成不成啊？好，什么呀？您这就晃悠啊？皮皮虾馅的盒子啊，哦，谁吃过？他们净弄点韭菜糊弄，对，搁俩鸡蛋过年了。哦，咱们皮皮虾馅的，好好，这么大个皮皮虾都有王字，个个有籽，啊，全带籽。好，嘿，不包皮。一个盒子里边仨吃去吧，我受得了受不了这么吃啊，痛痛快快的啊，这嗓子全扎坏了吗？这不是还有胶带啊，都糊嗓子上行不行？怎么样？您是请客呢吗？这个，你看你看，不能这么吃啊，不能这么吃，不能这么吃啊啊！对了，你想吃我也不能这么做呀。而且话说回来了，这卤煮鲍鱼，你说割蒜不割蒜？割蒜呢？你不割蒜不好吃。嗯，割蒜像你们这演员上嗓子，很容易出事故。你这么大艺术家，嗯，你很有声誉的一个演员，哦，你吃点蒜，你不声誉了，是，是不是？没听说过啊，是是，不能这么解释，是不是？不能这么解释，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这里头谁让你割蒜了？这免了，免了，告诉唐姑人别记了，不要了啊，不要了，不要了啊！吃什么？川菜怎么样？嘿嘿嘿嘿！不是您别老这么一惊一乍的啊！高兴，川菜就川菜，可以。我很兴奋，我啊，兴奋啊，川菜好，香辣蟹爱吃吗？爱吃啊！哎呦，香辣蟹啊！香辣蟹，是不是你吃着了吗？你就抹嘴，抹完了等着他。香辣蟹，香辣蟹可以，关键是调料。对，你要在北京买花椒、买辣椒啊，不灵，不正宗，不是那东西。对，
非得让四川的。哎，咱行啊，当地的。哎，我有朋友那边，我认识一成都的成都那地儿叫成都，成都，对对对对啊，成都对吧？因为一会儿又弄一碗卤煮来成都的，成都对吧？我认识一个成都的小那个小姑娘，小姑娘，差点说秃噜了，你还吃不吃了？你还请不请啊？你吃饭你管我作风好不好干嘛？谁问你这个了？我记得调料，花椒、麻椒、辣椒，嚯，连味精都是当地出的，知道吗？想吃香辣蟹，这锅调料30来斤，那还有蟹吗？里头？废话，这30来斤左右都得拿它弄出味儿来，你知道吗？嗯，知道吗？这儿调好了之后，赶紧去买蟹去。哦，知道吗？海蟹不行啊，不能吃海蟹，腥蟹，海蟹没有做香辣蟹的。对。河蟹也不行啊，不行，第一个小，哎，过开了，黄子散了，是吃什么蟹呢？您想一想，寄居蟹，这，哎，这筋道对上，还能吃田螺啊？广进的不行，这没肉啊，这里头，这寄居蟹才这么大个儿，你就饼，你管那干嘛？你还是吃饼吗？这不是？是不是啊？是什么呀？是这个就喝酒，拿来罐浆的，这调味儿。饼就姜吃啊，是吧？您甭说我了，暖胃是吗？我上您那儿暖胃去了。我炒的呀，还有炒菜呢，还有炒菜，炒菜可以。不是您干嘛这么解着恨呢？怎么了您这是？我通呗，我解恨。啊，炒菜，炒菜，炒一炒。我会啊，我会炒菜啊，川菜，川菜我可会。好，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啊，我学过这个，我了解。哦。而且川菜来说啊，它跟全国的菜有一特点，嗯，烤厨子，什么菜最基本做什么，大鱼大肉不叫能耐，哎，白菜土豆炒好了那是能耐，是川菜最基本的菜，嗯，鱼香肉丝，对，对吗？您别往里吞了行吗？什么这都上来了，鱼香肉丝啊，好，哎呀，鱼香肉丝。不是您是请客，您是过瘾呢、啊，跟这真请您就说的，你广烙的鱼香肉丝这儿，咱不吃别的了。鱼香肉丝，你看我得意这个，我喜欢这个，有那个，嗯、啊，鱼香肉丝，好，我给你炒一个，行，吃一个菜能吃出川菜的特点，就这一个鱼香肉丝，先来这个啊，切点青椒丝，好，拿这提味啊，哎，这是佐料，不能多，不能少，嗯，来点胡萝卜丝，翘头，胡萝卜最好了，嗯。人参呢，就是小人参，对身体好啊。对，多吃青菜，少吃肉。哎，肉吃多对身体不好。是，别搁肉丝儿。是吗？不搁肉了。青椒丝儿啊，也别炒了，油大对身体都不好。哎，搁油了啊，不还来老虎菜吗？嗨、哎，这都不搁，可不是还是一盘老虎菜吗？这个川菜，老虎菜是川菜啊，川菜。吃完我这川菜，你窜去吧。哎，对，也就剩这个了。你窜去吧。啊啊，痛痛快快的啊！行，老辣，给辣，给辣。这喝酒的，喝酒完事儿，来碗面。哦，改吃面了。哎，北京人讲究吃面。对，炸酱面怎么样？好啊，行吗？好，炸酱面，北京好黄酱。哎，卸好了香菇。嗯，拿香菇水卸这个。哦。把香菇切碎了，这么炸酱，肉末、鸡蛋、生葱末炸，炸完肉喷鼻香。这面咱们抻啊，自个儿抻。哦，抻条面，一根一根就开了，了不得了。煮完捞出来，嗯，搁菜码，嗯，搁两瓣蒜，哎，配好了酱，哎，啪一拌就得了。嗯，端到厨房给您一过水啊。啊，回来吧，上讲究，讲究不能后过水，这个最讲究的，没听说过，拌好了过水去。艺术家呀、啊，你什么艺术家呀、啊？这是这吃的多热闹啊！什么热闹都冲没了，这个汤面的效果、啊。行了，先过水啊！行，你随便、啊，随便，这是一种吃法，知道吗？炸酱面，再来点泰国面。泰国面没吃过吧？没有，完了，这不懂，你死去吧！哎，
我不至于啊，泰国面都没吃过，说实在的，怎么做呀？多余活这么些年，那什么意思？这下功夫哦，泰国面讲个酸辣口，哎，那是那儿的特色。哎，它天气跟这有关系，对对对，又酸又辣，泰国菜好吃。怎么？泰国面，泰国面，把面和得了，硬一点啊，泰国面得吃硬，硬一点哦，有特制的泰国刀，嗯，把它制成柳叶状啊，煮完之后搁在碗里头，知道吗？辣椒啊。什么醋啊？哦，蒜呢？泰国蒜都搁里边。泰国蒜，端着碗面给你。嗯，还有一句正经的泰国话问你，怎么说呀？你谁叫小红色的吗？嗨、哎，您说这不是刀削面吗？这是山西口都出来了，正经泰国方言。哎、这是太原方言，泰国方言呢？还多可恨！你看这多可恨啊！记得这是搅和半天啊，搅和半天啊，搅和半天弄一碗刀削面呢。你能吃饭的搅和，你看你啊，谁搅和呀？太不像话，你不像话，我不像话，知道吗？您请不请啊？说半天没人话，你看说这么些菜啊啊，你不馋死我，你气死我这不是吗？气死我吗？您那想准了再说吧啊！真吃假吃？真吃，外边吃去，外边吃去，外边吃可以啊。饭店好，我带你上饭店吃去。上哪儿去呢？大饭店。再说一遍，大饭店，大饭店，对啊，啊，饭，对，说按份，刚才读的挺准啊，您别让拼音给带沟里去，饭，哎，大饭店，大饭店，哎，当然这泰国去多了，舌头不好弄，你知道吗？甭提这泰国了，您就北京饭店，好好好，怎么样？行，啊，北京，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好，南北全席满汉榨菜，榨菜呀、啊，是的，口重，什么口重啊？齁死你了！这全是咸菜，那是口重。大菜，满汉大菜，满汉大菜。对，当初啊，啊，想当初，嗯、啊，在想当初，还有一事儿呢，是吗？怎么样？我以为都背完了呢，刚才。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你说什么意思？这我不老懂的这个、啊。想当初怎么着？想当初我请你的父亲吃过一回。啊、哦，我爸爸。你来，哎，对。你说我说这干嘛呢？你哥俩吃过一回。哦，老爷子居中而坐。嗯，摆好了四个桌子，都是菜，端着杯酒。嗯，老爷子敞开了吃吧。哦，吃一蹭啊，受罪了没啊？您都受罪了。受罪。今儿一个是给您。接风洗尘啊，一个是替我爸爸道歉啊，怎么了？他当初不该报警的啊啊！给我爸逮起来了，放出来了，这是放出来了。什么是放出来了？跟你爸爸吃高兴，吃什么了？呵，南北全席满汉大菜呀、啊！得了、嗯，您也甭跟我这吹了，嗯，您就说上几样菜来啊，我听听。不相信是吗？干嘛不相信？完全不信。吃这个饭可有讲究。什么讲究？要先上几个压桌碟儿。哦，四干四鲜四米饯四冷荤三个铁板四点心。这是什么？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儿。嗯，先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嗯，四米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牛血腿白斩鸡杂排骨三鲜丸莲子粥杏仁茶糖醇八宝饭。嗯，四点心芙蓉糕朗糕油炸盒子炸元宵。好，这都是压桌碟儿。爱吃吃，不爱吃撤下去，给我打包桌子儿。还带打包的呢，还没吃呢就打包、啊、紧跟上南北全席满汉大菜。什么菜呀、啊、蒸羊羔。哦，蒸熊掌。嗯嗯，蒸鹿尾儿。好，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嗯，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嗯，十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儿也鸡罐鹌鹑，卤十角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腰子，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鲢鱼，锅烧鲤鱼，锅烧鲢鱼，清蒸甲鱼，发烧鲤鱼，发烤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十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尖，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鹅，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金蛤，炒鲤鱼，炝鲈鱼，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多煮白菜，炸蛋炒田鸡，微波吃的，清蒸吃的，清蒸煎熬卤，糖溜芡是米，把鸡丝拌豆丝，十锦鲍鱼，十锦丁，烧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鲜肉炒鲜肉，蒸南瓜，蒸包括炒丝，上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腿，烩椒白，茄干，菜溜肉，鸭羹，蟹肉，焖的三鲜，不许汤。好，红丸子，白丸子，还有六丸子，八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煎丸子，四喜丸子。
感谢大家的捧场。哎，您鼓励啊，来了这么多人看我们的一后台是胡说胡唱。我们连老带少其实都是相声界的小学生，是我们离着大师啊艺术家呀、啊、还很遥远，不够。为什么今天选择做这个基本功的专场呢？嗯，我们觉得相声嘛，要想好，要想再度繁荣，还要脚踏实地，要中国人做起。对，我们要把这些传统节目一一的恢复出来。哎，为了相声事业，我们还得下功夫。对，当然了，主要还得靠大家的支持。没有大家的支持，北京相声大会、北京德云社到不了今天。对，我们哥俩代表后台所有的演员，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祝你们各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种艺术。有人说这胡说八道，什么？但是呢，我们有解释。怎么解释？说京剧难吗？它有四功五法。哦，有老师看着你，有章法，有尺，照着规矩走，错不了。哦，有度，不成功是你没用功。哦，你说唱京剧大鼓，一板三眼，拍着唱就行，拍到死你也错不了。错了就是你不识数。你说唱西河啊，眼上张嘴落板上，哎，翻着来唱什么都有规矩。嗯，你说舞蹈也好，你说体育也好，只要你达到这个训练强度，按照规矩来错不了。对，唯独相声。哦，为什么相声没有派就在这儿？京剧可以有马连良马派，对，它可以批量生产，一百人学马连良。哦，一模一样，观众能接受。马派越像越好。对，当然了，超越马先生在发展那是您个人的问题。嗯，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艺术追求和修养呢，能达到神似和舞台上能像马先生，观众就已经很知足了。对对对，相声不一样。想当初天津有一个演员学马三立先生，哦，一模一样，那么像。他的录音跟马三爷的录音搁在一块儿，能叠着放，你听得出是俩人的。这下功夫了，模样长得也像，哦，个儿也高也瘦，台上动作小节骨眼没有一样的字儿，哦，可是观众就不乐。对，很深。嗯，这里有心理学的东西。哦，啊，台上一站，台下都是观众，让您乐您乐，让您鼓掌您鼓掌了，就心理学的东西。对，而且每个演员不一样，模样长得都不一样。嗯，我说的这个包袱这个笑料，您听着可笑。对，就换别人未必可乐，两个风格。别人说的可乐，换到我这儿也不可乐。哎，偶尔一个动作，我这么比划，您看着好玩。嗯，换他也许不好玩。对，就这东西很神奇，难就难在哪儿呢？无章可循。没章法，他没有规矩。正因为这个他很难。多一个字观众都不乐，少了一个字观众也不乐。为什么中国的相声不好听？很简单，演员95%都是外行改过来的。上班了，这是从解放后啊。哦，解放前老先生们那都是在师傅家学徒受苦，七八年娃娃腿，然后跟着一块上地上剧场去演出啊。为什么现在相声不好听？给您举一个例子就听明白了。怎么说？比如说北京京剧院，400多演员，多次的那个，他也是戏校出来的，从七八岁小科班，后来出了一批有好的有不好的。不管多次，他都是专业训练出来的。受过跑龙套那个也是8年，也学了8年。如果说北京京剧院没有人了，突然间是一个空架子，现在开始招人，招一批，招40个瓦匠啊，5个修脚的，6个厨子，房管站来7个啊，来这么一批27、28岁的30多岁的，哦，把他们搁到京剧院去演戏，所有人都会说这戏没法看。那是没法看，这帮人没学过。哎，大伙都这么认为，唯独相声大伙都忽略了这一点。从解放开始到现在，我们很多艺术家、很多演员、很多相声的笑星们，95%25岁之前都是干别的行业，是300，月挣400，不挣钱。哎，这块偶然的机会，俩人能说点普通话，就算相声演员。他没有受过基本功训练，普通话不会，你知道吗？是吗？而且好多艺术家现如今他都红成那样了，他没学会就红了，你让他再回头学，他不认头，是吧？而且相声来说呢，好混，你会2段你能买车，是
吗？会三段就能买房。哦，为什么呀？全国太大了，中国地大物博呀。啊，我到山西某县去演出，就会一段能说五分钟，演完了拿三万我就走了。我可以今生今世不来这个地方。中国这么大，混到舌头都演不过来。是啊。啊。就这么混。就这么混，大批演员都这么混。谁会去下这个功夫？下功夫啊，从八岁开始下功夫，哦，下到二十岁，一个正经的相声演员红什么时候？四十岁开始红，这是正常，这是规律，这是规律，非得这个才算。嗯，但你不遵守规律，不按常规出牌。哦，另外还有人说，说现如今呢，这个电视毁了相声，不能这么说。大部分笑星都是靠着电视红起来的。哦，应该念电视好，若没有电视，好多偏远地区不知道相声为何物。对，谁知你这干嘛的？嗯，是不是？是，你往前倒倒那些年，想当初的演员，哎，还穿制服的时候呢，啊，你要没听过相声的啊，俩北朝鲜政府官员站那儿是吧？是，念电视的好处，但是电视它终归是，跟相声有区别的这么一种媒体。哦，我们一段相声40分钟，那么长，我们俩说过一小时一段也说过，对，传统相声每段都是30-40分钟，都大。可是哪家电视台能拿出50分钟让你说一段相声？不可能。对，我们大批的导演也是啊，这个节目你给你啊4分37秒说一相声啊，1分28秒是你要让观众笑一下。哦，伟大艺术规律，相声演员就应该告诉他，您这是胡说。哎，但是不敢，没这规矩。大批演员，你要敢说这个，您这胡说，导演马上就告诉你，你不要再来了。有的是后边盯着的啊，把这轱辘下去又来几个，这行我能做到，我就我能。他知道导演不懂，他骗他，这就改成导演不懂，演员也不懂，对着糊弄，恶性循环。许多演员拿大赛就当成是一个广告，我说的好坏在一边，这10分钟是我的，全国人民要看，得自己说点了，没法弄。培养了一批相声大腕、相声明星，一个个还撇着大嘴的，挺对不起观众。说实在的，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一点都不假。对，当然我们也没名没望，也比不了人家。不过我们也觉得他们有的人做法不好。嗯，好，你撇着大嘴，观众去照个相，没工夫。哦，天哪！费这么些年劲，坑蒙拐骗成了角了，好容易成腕了，有这么机会，你装什么孙子是吧？好嘛，这骂上了。你就开单子，我能挨个告诉你，这些演员原来都是干什么的？啊，条件柱子、烙烧饼的、卖这个卖那个，他妈没有一个是说相声的。接老底儿战斗队。啊，不是，我爱相声，我怕它完了。嗯，但如果再这样下去，相声就他娘彻底的完了。是，没有明白人了。嗯，没有明白人了。所以说，我们弄这摊儿不图名不图利。哎，这到今年开始，我们为了把相声弄回剧场，是第8年了吧？你看看，第8年，很长时间，干了很多年了。在中国，第一个把相声带回剧场是我们。哎，这是1995年、1996年的事情。嗯。所以这几年风风雨雨，各种坎坷，无计其数，够一40集电视剧的。是啊，很可笑。有机会咱们可以聊聊这个。哦，当然了，说到根儿一句话呢，嗯，演员第一，后台来说想搞剧场相声，第一要有人，第二要有作品。对，传统相声1000多段，嗯，现如今的演员弄得还剩100多段，100多段肯定说不了的。嗯。搁在台上没有几段能让观众听的，哦，这本身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对，有的演员呢，一说传统相声，这不能说，啊，陈旧、腐朽，哦，你要弄新的，冤家，你错了。是啊，你无论多新的相声，你拿出来，我也能告诉你，你里边这个包袱是哪一段传统相声里边突出来的，都有框架。中国的语言呢，被老先生挖掘进了，从清朝末年开始，许多老前辈把相声中国语言里边值得搞笑、值得幽默的形式和技巧都提炼出来了。哎，就这些方法都搁在这儿。你弄什么相声，你要先会这些技巧。你不能说抛弃这些，我拿苏联话我弄一相声是吧？啊，我们不反对相声创新。哦，但是最起码你要先学会了再说创新。好比说厨子，如果说这一辈子就会鱼香肉丝，这不行。你得创新，各种菜都得有。对，理解。创新之前你要知道什么叫菜刀，什么叫炒勺。你端一夜壶，你非跟他说创新，扯淡。
这是一个很无奈而且很无耻的行为。相声来说，分开了13门功课。哦，说单的，说对的，说群口的，白沙撒字儿，嗯啊，会这板子，哦，会太平歌词，开场小唱，会数来宝，会口技，太多了，是十几样。太平歌词现在都没有了。旧社会啊，后台我问过刘文步刘先生，确实这样，说学逗唱，唱太平歌词，哦，不会太平歌词，跟人说话都觉得亏心。是吗？人家挣100，你挣75，少一门功课，少一门功课。嗯，那阵演员都知道要脸，为什么呀？你少一门功课，少挣钱，家里人要挨饿呀。哦，哎，一解放到工资了呗，他们就救了。啊，这就不学了，不用学了。太平歌词其实很好听。对，为什么现如今没有人唱呢？嗯，既好听也难唱，不好唱。上下就是来回叨叨，就这两句里边把它唱好了，嗯，就难了。哦，啊，大哥。有这么一段叫单刀赴会，三国的段子，嗯，挺好听啊，好听吧？没唱。东走扶灵，西下行船，鲁子敬摆酒宴，约请圣贤。好听啊，好听，多好听是吧？正经八百唱好听，好多曲种现如今也听不到了。哎，其实说句良心话，传统曲艺、传统戏曲，哦，应该好好的走动脑子了。哦，旧社会这一趟街十家都是剧场，家家吃饭，家家开戏，一天3场。哦，你看也没人给他开工资，都有钱，家家都活着。对吗？嗯，唱戏也是，梅兰芳、马连良这个京剧班，哦，太多了，是家家都能开戏。你现如今拿着工资倒唱不了戏了，哦，这是个事儿啊！应该好好琢磨琢磨这问题。是是，好多京剧多好，好多这个老戏，嗯，现如今也净听不到。一天到晚的，除了女起戒就女起戒，怎么净起戒？我就纳了闷。是啊，净起劲，嗯，1万多出戏就不能换点别的吗？观众看不腻，你自个儿还唱着，哦，是不是？就是这样，好多曲种也没有了。哦，我门口有一小孩啊，大学生，我说你上那儿去看看。嗯，看笑，不来。有时候古曲不听，不听京剧，我不懂，真不去，我听不懂。哦，多可恨！这孩子学习还不错啊，会好几国外国话，哦，当特务好材料，嗯，啊。当特务的吗？啊，英语、法国话、德国话、日语话、韩国话、南斯拉夫、北斯拉夫、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哪儿那么些斯拉夫啊？这，啊，哪儿外国话都会。啊，跟八国联军坐一块儿对着骂街，他输不了，你知道吗？哇，嗯，太好了，这个，嗯，你让他听着相声，他不懂。那，么些外国话都懂，中国话你听不懂。嗯，法律要不管，我早打死了，我告诉你。甭解恨了，这就好多事情很悲哀。嗯啊，泱泱大国5000年文化，现如今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都得写成纸贴在墙上叫大伙儿说，哎，这是悲哀呀，啊，这是，真是不是？真是这样啊！听郭德纲的相声都有正义感，你这还总结规律呢？嗯，没有可怕的，我也不怕得罪人，胆儿大，我只是为了相声着想，我很怕他完了。是茶馆有句话，我爱大清国，我怕他完了。
相声，我怕他完了。嗯，我爱他，他妈谁爱我呀？哎呀，这也是原词儿，是不是？谁告诉原词儿？我编的。不光是这个曲艺，其实戏剧现实也挺难的。嗯，我挺喜欢地方戏，我学过。哦，学过戏，梆子呀、评戏呀，我都唱了。现如今好多的戏，我说杨德宝不爱看。哦，那评戏改的还不如歌剧好听呢啊！是我们这伟大的北京曲剧，嗯啊，现在可以叫它有猜谜语的这个功效。你听，你怎么也听不出来是曲剧啊？啊，这不四不像了吗？就说是呢，啊，不能单纯的追求这种东西。哦，改可以，变可以，但不能断了它的脉络。有本断了就死了。你看评剧也是啊，评剧过去多少好剧目，现在没有没有了，是吗？甚至有也是改头换面，加几段歌，这加一舞蹈。哎呦啊，玉堂春雨后来一万个跳舞的，算哪道这是啊？糟践！那王二姐私夫回杯记的戏多好，嗯，老年间这戏难看，回杯比怕开店。对，这都吃功夫。为什么呢？你甭说别人，后边小声有一大段唱，就这一大段唱，嘴不利索唱不下来。哎，啊。现在改编本没有了，弄六句打破了，早先108句。哦，那么啊，奔着得了啊，说到这儿了，我不全记着，我忘了107句。您比他们还少，合着就这么几句，唱一段板唱腔啊。嗯，没有乐队，拿板合着。哦，哎，舞场还是嗯，一病三月无有灵，殿前饭浅全拉下，无有银两把上清，哪为了一剪翻了脸，第十个将就赶到店门厅，二哥我们住在无忌奈花子堆里的把山中，有名花子300溜，无名的花子数不清，头一个花子叫招普，他的名字赵瑞清，二一个花子叫海瑞，他的名字海刚峰，还有那丁刚敢刚亲哥俩，你不理贝二李兄弯嘴也开了澳门港，正上的老儿叫严嵩，那老贼快地支尖地尖来满地满地撒地撒来平地兵，众家花子动了怒，我这不再打严嵩，自从打了严嵩，老了三岁打牺牲，万岁爷穿圣旨把我发配苏州城，别人发配起码都加我二姑，我这八个人的来了一个什么火龙，发配带在苏州军，参加二位的相关，这个一场真情话，听我去假我个二位梦。好好好好，都不这么唱，太难了，都不这么解放前的唱，都不这么唱。这王二姐四夫这个戏啊，嗯，好多剧种都有，对，莲花落也有，哦，咱们大鼓也有，那有铁片大鼓有这个，哎，好听，是北京小红调也都唱出来了，哦，再来几句这个吧。八月里的秋风儿阵阵凉，嗯，一场这个薄露严霜，一场，嗯，小严霜大。您熟啊，李菁，对，唱快板的，唱得好，
帮的少帮主啊，还是要饭的。这个演员更了不起，您说我呀，有人熟悉有人不熟悉，那您介绍于谦。哎，我的名字对吗？对对对对，于谦，于谦啊，对，叫俗了，叫于谦，了不得呀。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咱说说良心话啊。嗯嗯，我很崇拜您。哎呦，您可别介，真的啊，不至于。好多说相声没什么文化，嗯，幼儿失学。对，于先生不一样，我学过几年书，经纶满腹，谈不上，谈不上，一股子书卷气，念过几年，是不是？没有，没有。您这样的撑得起是？嗯，吃屎分子。哎，吃屎分子不像话，知道吗？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呀？怎么着？你怎么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哎。瞧瞧瞧人家说话啊啊，这兔子多真呢。嗨，您这嘴里也不怎么样啊。土字真，土字真。哎，好啊，好，为人勤奋好学，不恭谨谦和啊，优点实在是太多了。没有您说的那么好，要没这些优点，嗯，您跟兔子赛跑你赢不了。我越听越别扭啊！有一个成语吗？啊，成语，成语，哼，成语，啊，你兔赛跑，你兔赛跑，你兔赛跑，鱼兔赛跑，没有，谦兔赛跑，你非拿我这名字找是怎么着？都是那江洋哲的吗？你看我还非得给告诉你什么？有反赛跑，龟兔赛跑，对对对对，龟兔赛跑，哎，说明人厚道谦虚啊，值得我们学习。您这甭说了，说相声说得好，没有，不光说相声，嗯，我看过你演电视剧啊，承认吗？演过几个戏？你实话实说啊，是是，有吗？有，这是捧吗？啊，捧的，这是捧吗？啊，大伙都看过啊，电视剧，嗯，净有于谦演的，演了几个，《西游记》演过猪八戒。西游记后传演过猪八戒，大话西游演过猪八戒，齐天大圣演过猪八戒，我净演猪八戒呀、演我没演过别的。和尚导演太聪明，他怎么能看出来你适合演猪八戒呢？呵，我这把导演给掐死我。别的戏您也演过，我瞧见过。可不是演过吗？雷雨，哎，巨著啊，雷雨，我演谁？演雷雨。这雷雨怎么演啊？一有下雨的戏，你弄个水管子站那儿呲。我是那巨物啊！还演过什么？这叫演戏吗？天下无贼。哎，这戏我上了，正放着这会儿。对对对对、啊，要没有你，嗯、啊，连这导演冯小刚都得饿死。咱制片人送盒饭呢。哎，去。你这是，他连送盒饭都认识，我是这意思。这甭提这认识人多了，这些年说相声的出去演戏的可不少，可不吗？是不是？对对对，这后台有一邢文昭，邢先生今儿没来啊？嗯嗯，我听他们说演电视剧去了。哦，邢先生出去拍戏去了，出去拍戏去了，是吗？西安，上西安拍戏去了。哦，西影吗？啊，就是什么戏？叫那个戏叫寡妇。邢先生演男一号。哎，等会儿吧，你算吧。不，我别算了。嗯，我先跟你说说吧。嗯，寡妇啊，邢先生演男一号，对，演死鬼啊。不是，他其中有一个画面，那寡妇想着年轻时丈夫回忆，嗯，也邢先生那脑袋就出来了。哎，不怎么样，这甭提了。还有徐德亮。哦，徐，你们后台说相声，徐啊，我知道，上礼拜没来，嗯，拍戏去了，也拍戏去了，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青影的，这个戏叫磨，什么磨，磨磨磨豆腐那磨，上下两盘石头磨，哦，叫磨是吧？德亮演男一号，啊啊啊，男一号拉着磨走遍世界，这位别说相声的露脸，这戏演。
演着苦啊，还得套一驴形。哎，不要瞎说，这个是跟朝鲜联合拍的，这跟哪儿也是驴啊，翻译成外语叫马户传奇。嗨，还没离开这驴。嗯，好啊。哎，还有你们那个，你们那相声那老艺术家谁？范振钰。范先生还拍戏呢？哎，对对对，哟，也说相声，也说相声，对，也演戏。我这演戏不知道，你不你不知道？可不嘛，你们都干这个，你不知道？我没听说呀。拍戏去了？拍什么戏了？张艺谋的一个新作哦，叫什么来着？你看这嘴边挂新拍的这片子，叫全名叫《张二狗野蛮成性杀害父亲十万火急惨案恩仇记》。这名儿太长了，这个故事情节很好啊。怎么个故事情节？一个浪荡公子叫张二狗，哦，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嗯，他父亲说了他不听，把他父亲杀了。哟，杀完之后死尸之上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哎呦，把人烧成了黑炭，够狠，装一小棺材里，嗯，野外刨一坑全埋了。你瞧瞧，吃指望逍遥法外，40年之后这个案子破了，哦，开棺验尸打了一瞧，没错，这是你爸爸，本人枪毙给父亲偿命。这故事不错呀、啊，范先生就演这戏去了。演谁呀、啊？演那父亲。前边那父亲是我们老艺术家李冰演的。哎呦，好，范先生演后边开棺验尸那父亲。都烂了那玩意儿。是他跟那个跟那碳 A B 角啊。哎，对对对对。行了行了，就甭 A B 角了。我好啊，这恶心了都。我看见你们这么蓬勃发展演出，我打心里说句良心话，嗯，我是非常高兴。您看着我们好，我愿意咱们这个艺术界啊都是这么红。哎，先生先生，坐错地方了啊，坐错地方，在家上炕上惯了啊，到这儿就算了、嗯。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演员，您啊，您什么演员？我是一个戏。曲演员，戏曲演员，哦，你哪儿说理去？我是一个戏曲演员，戏曲演员怎么丧大脸的？真的，你不信？我什么不是不信？不知道，我没听说。说相声的都爱看戏啊，我们离不开戏呀、啊。对呀、啊，啊。京剧、评戏、梆子，这乱七八糟的。对对，是不是乱七八糟的？您这一说，你说的这都是大陆的这些剧种。那么您呢？我们这剧种现如今都很濒危。您是唱哪个的？高腔。高腔啊！高腔。哎呦，那好听啊！戏曲里面的活化石啊。对对，年头不久了啊。嗯嗯嗯。过去讲究南昆北弋东。西方时间太长了，一表高腔。对对对，我就是这方面的专业的人士、哦、专业唱高腔的。但是我现在也是很无奈。那有什么痛苦啊？众所周知，嗯，京剧现在都很没落，对，何况高腔呢？受众比较少，全国来说，嗯，你说找唱高腔的，找听过高腔的，嗯，都很少。对对对，凤毛麟角，太少了。眼看着高腔就要彻底灭亡了，没有继承人了，我心里不是滋味。说句良心话，嗯嗯嗯，尤其处在我这个位置上，嗯，我深深的热爱我的高腔艺术，太喜欢了。如果灭绝了，说句良心话，嗯嗯，对我是个打击，对谁收拾是一惨痛。有时候坐在自己家里边、嗯、一想起来这个、嗯、就觉得这屋里边都装不开我。出了门走在小区的石板路上，嗯，一边走一边叹气，心爱的艺术没有人喜欢了，还挺惨。天上阴沉沉的，刮过一阵小风来，嗯，飘了一阵小雨落在我的脸上，你看伸舌头舔一舔这个雨啊，嗯，又苦又咸，和我这会儿的心情相似。对比抬头望去，嗯，二楼那孩子别放尿啊，哼，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二楼那孩子拿您当尿盆了吧。我说那边都没湿呢，啊，就这一块儿，啊，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这什么欺负人？您走这地方，哎，知道有一个北京高腔艺术研究会吗？哎，我认识里边几个人，我就是在这个单位坐台，哎，坐台，我坐在台上讲课，吓我一跳。坐在台上讲课，您上那儿讲课去？我从上周四，嗯，不是，嗯，上周三开始，哦，我就已经是中国高腔的艺术家了。这日子算的还够细的啊！这是国家承认的啊，高腔。
很遗憾的，嗯，没有知音，没有知音啊，嗯，这不您这说话好好说，您知道就这您就找不着知音了，这说良心话呀，啊，我们这些个高跷演员们啊，没不真的，不怎么您换曲种了不成嘞？高腔是高跷啊，您怎么着？高什么？高腔？我知是什么？您到底唱什么的呀？开始说的什么？高腔啊？那就是高腔。哎，一点谱没有呢。高腔？不是您会？你真会唱吗？哎，这个不对啊！啊，你这个表情好像你很不相信我。不是，我不相信您这高腔高腔的。我从事这门艺术很长时间了，是吗？哎呀，小鬼啊，你是不知道啊。哪儿呢？就管我叫小鬼啊？我们家这是祖传有这门手艺，知道吗？高腔手艺，高啊，高腔不是您怎么着？这么着吧，啊，怎么着？您不是会唱吗？啊，这么着，我呀，就是碰对了人了啊！我也喜欢高腔。平时呢也爱听，啊，也爱唱，有时候拿这过过瘾什么的。今天您要是专业的高腔演员啊，咱们俩唱一出，我也过过瘾。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啊，哎，大约是4岁左右的时候。别，有一天我爸爸就到开一闷儿，你爸爸别，你爸爸在这儿呢，你哎，哪儿扯那边去了？我看这边怎么着？什么事儿？刚跟您说嘛，您我这挺崇拜您，想跟您合作唱一出戏，我过过瘾，不挺好事吗？您提你爸爸提出来。哦，你跟我唱一出行吗？您看，我是没有问题啊。而且来说，你要是有人愿意一块从事这个艺术，我是很高兴的。啊，我喜欢这个是吧？我嘿，我太喜欢。你肯定有不会的吧？是吧？那是啊，肯定是。行，以后有时间咱们可以多切磋。好，你想当初我爷爷交给我爸爸，我爸爸交给我，我有权利交给你，是吧？您这拿我当传辈儿了，这不成啊？不能，我就跟您合作一出戏，没那么大不是，知道吗？不能让高腔艺术灭绝下去。不是，我先问问您吧。啊，您唱戏的时候踩不踩那棍儿吧？哎呦，这还真问住了啊！我印象中，我幼年的时候，有一年春节，我爷爷演出时候踩过啊，好多人一块儿踩。好像哎，后来传给我父亲了，就哎，你父亲又给了我了，哎，我再传给你，别给我了，别给我了啊！您这不怎么样，倒是怎么不对，说清楚了，高腔啊，高腔是定准了，就台上唱的那个，咱们唱一出高腔，没错，我印象很深嘛，高腔嘛，台上载歌载舞是吧？行了，啊，这大身上就不用了，唱唱一出行不行嘛？我没问题，我怕你不行，你会吗？我嗨。谈不到会，你会几万出？你说说，几万出？这高腔有那么多出戏吗？我没有那么多啊，我是业余爱好。你会多少？我什么多少？就会一出，就会一出。哎，对，哎呀，你这给的少，你这会一出，一出会什么？斗公训女，行，行吗？就唱这个吧。斗公训你，这不是训我，训谁？跟我没关系啊！训谁？训女，训女啊！对啊，行，来吧，来吧，开吧，来，开始，来，快，快，快，来，来，来吧，放下，怎么着？唱啊，真行吗？真行吗？你说这个人呢，小鬼，你不能这样，不行，你往那边，往那边。我艺术家已经一周多了，你知道吗？来吧，开始吧，兄弟啊，没问题，没问题，快点，快，我等不了了，看着他们是啊，快说，快唱，我等不了了，快点，快点。这个艺术家怎么那么闹的呢？这个是啊，要不然我们这玩意儿都失传了呢，是吧？快，那咱得分活啊，是当然，你唱什么，我唱什么，是吧？还得分出来啊，是吧？现在这艺术家都添毛病了，艺术家也是人嘛，但是您跟一般人添的毛病不一样，是吧？这，谢谢啊，谢谢，分个活，干活，谢谢啊，没唱，知道吗？怎么了？你这是没唱就这么爱听，这乱七八糟的，你还至于灭绝得了？来，没唱呢，说怎么着，到底怎么着？快分活。啊，行，你来多少斤，我来多少斤。您说那是分家啊？不是，怎么分活？分活是你去哪个，我去哪个，
是吧？分角嘛，这把这帘还拉着吗？啊，我不用拉俩，咱不要。咱行，你说你来谁？你来哪个？啊、你快说，我来斗公，我斗母，我斗蛐蛐，我斗油葫芦，我斗老头，我斗老婆，我斗大胖小子，我斗大黑娘们儿。去，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怎么还对对联儿？这里头哪儿有对对联啊？你说的这怎么回事？哪儿有对对联啊？不是，你别着急，你斗公斗员外，您怎么了？您这是员外啊？可不员外吗？员外就是那老头儿啊，电视剧有那个是吧？你电视剧不？你不分吗？分吗？你来这个斗公斗员外，你演员外啊？我呢？您啊？我来哪个？您演鞍人啊？我来鞍鹑吧。您来一母鸡怎么样？母鸡像话吗？鞍鹑干嘛呀？不斗吗？斗鞍鹑吗？鞍掐鞍鹑啊？啊，怎么着？宰啊？鞍人，鞍人啊，斗员外的老伴哦，夫人啊？不，你别跟我说行话啊！你别跟我说行话啊！我最讨厌这个吊坎的人，你知道吗？这鞍人是吊坎啊，这个你就跟我好好说说人话，我听得懂，知道吗？这叫人话啊！行，这叫人话。我老鞍人，我来这老鞍人，老鞍人，你来那员外是吧？对对对。啊、然后呢？还怎么着、啊？还有一个呢？还有什么？还有老院子呢？老院子啊，这还有抗日的戏。老院子怎么抗日的戏呢？老院子吗？不是老院子啊，老院子里边抗日、嗯、啊，抗日老家人，老家人啊，村里来的游击队的事儿是吧？老家来人了是吧？你说呢？不是，怎么着？来人没来人？老管家管啊、哦、啊哈！怎么解释都不管家，可不管家吗？你这个我跟外行有的时候你没法打交道，你知道吗？对不起，咱别这么嬉皮笑脸的，怎么样？啊，对，我也是愿意跟你。这老家人啊啊，知道不？谁？我来啊！你来啊！我来俩。您感觉呢？嚯！听您啊！我给的多啊！我来俩。啊，行行，那唱吧，开始吧，开始。哪儿？怎么着？好，咱把桌子往后搭搭，哎，搭搭这个，搭搭桌子。哦，分出前后台来。哦，对，好吧。对，桌子前面呢，嗯，就算前台了。那桌子后头呢？就是后台。哦，分出前后台了是吧？对，分出前后台了。就站着，你站这边，我站这边。别这样啊，咱们现在归后台，归后台，归后台，好吧？那这个，行吧。还有什么？我得搬把椅子去，还得坐着呢。哎，这咱得坐着。哎，对，哎，好嘞，哎，那搬把椅子，搬椅子啊。哎，我还得来。我也留把椅子。哎，对。歇腰，我这歇腿儿，你知道吗？啊，不是，我们俩坐着这配套吗？这玩意儿，没事，我就看惯就行，是吧？我来是夫人是吧？哎，夫人，你把你的头套借我。我这是头套，我这哪儿给我说绑住了，差点摘去。我看着有松紧带似的。没有，没有，没有。那我这脑袋不像个夫人呢。那你办吧。哎呀，今天很高兴能跟你这个外行一块儿合作啊！别客气吧，这说着话稀里糊涂的，咱真会唱不会唱，咱跟他合作一下，咱就知道了，对吧？这要真会唱，我也学两首。不跟您说，我就好学。谢谢啊，谢谢。别在前台晃了，后头去吧。怎么了？归后台，后边。后边。好。哎，啊，开始啊，开始啊，真的啊，啊，都准备好了，来了。行嘞。不行啊，这个还是踩高跷的呀！不是，这不唱戏吗？唱什么戏呀、啊？这啊，这是高跷吗？这不出来吗？这签不低了，这个、啊、这都快上不去了，这吊门你知道吗？不是高低的啊，您这怎么
改二人转了，你这啊，先来段二人转刺激刺激大伙儿，用不着，不要啊，用不着，不要是吧？直接唱高腔，你不要你早说呀，是不是？这还用说呀？这吉吉风打的怎么样？讲，用不着，用不着吉吉风，那也不能干出来呀、啊，干出来干嘛呀？怎么着？您不是艺术家，您好几天了，您对，您懂这个？是我懂，你懂吗？别的不懂，这点我能知道。你说我听听，高腔加有点没这么场面，没那么复杂，怎么的？就一个锣啊，一挠还得挠啊，狗啊！不是你回家挠门去吧？你说的怎么着？这一锣，黄铜铜切动切，就您这怎么还动切动切锣？动切锣，动切锣，您懂不懂啊？懂，怎么打多少？几百下，快说。几百下，你说，你看多少合适？后台这锣还要呢，来多少？来你说你来多少吧？你来多少？这三磅半啊？对，一磅十二两，三磅半。哦、行，好几斤了啊！干嘛卖肉呢？不是，三磅卖肉呢。冬切这几切，冬切算一磅，冬切算一磅，对，三磅半。嗯，是吧？嗯，特动切，动切，动切，动不切，半磅不给切啊！半磅不切呀、啊，买二两也得卖啊！到底卖不？你说不卖人家？怎么不卖呀、啊？怎么回事？你不切你嚷什么呀、啊？你不给切吗？不是，给切不给切？到底什么给切不给切？行，你甭着急了，小鬼啊！你行了，真着急的在这儿呢，知道吗？哎呀，怎么着，到这儿就完了是吧？这不是把东切东切东就完了，没有切了。哦，再来，行，你我看你还行。知道你原来是演猪八戒的，现在唱这个了，你甭跟我扬这腕儿了，你捧个大伙儿爱看你啊！你得说这个干嘛？不要这个，不是不要，你得唱啊！哎呀，太谦虚了，这个人啊！行，我谦虚，你得唱，不要叫好啊！你也得念引子哦，我爱引子啊，引子啊，你得念引子。你说完那句，我说引子是吧？对呀、啊，啊，行，引子，不是有点喊我行不行？没有。因为跟你合作这个戏跟戏之间它是不一样的，就这点小障碍过去之后就一马平川来。这里还有歌你这动切银子啊，动切动招来长武器火白糖，俩枣，三片姜，等会儿吧，一个屎壳郎，药引子呀，吃错药了你，麻将火白糖都上来了，你们大伙儿亲眼听见的啊，对吧？都亲耳朵瞧见了对吧？您现在是真是吃错药了，知道吗？他告诉我引子，我说错了吗？您说错了啊，不是药引子，什么引子？戏引子，开场那引子。我这不粗，这个不是粗戏的戏 啊，怎么着？戏里边这开场这引子，你会不会吧？你还嘿，我这小多少年了？这就是开始我没跟你说戏啊，才有这点小障碍啊，障碍一过去就一马平川。行，不一人一句嘛，我就等您这一马平川的，好吧，不一人一句嘛，一人一句，你这是你们新改的，我们老词儿有，我们有传统剧目，我们那个引子，我们不是这个词儿，我们有俩人一人一句对吗？一人一句啊，就不到唱。
城非好汉，不是烤鸭真遗憾。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您这您怎么意思？你啊，没有那不到。你说的什么？你说要不来嫦娥骑永鹤，你猜我什么词儿？你猜，你未必猜得着啊！丢人现世的玩意儿。你知道这戏我唱，我能不来这唱？你绝对不知道我什么词儿，你知道？闲人堂前猎绮罗，这怎么了？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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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儿？再说一遍，还没听明白是怎么着？不，你我得看跟我那个一样不一样？你说，跟你唠上面的肯定不一样。不是你闲人堂前猎绮罗什么意思？闲人堂前猎绮罗，闲人堂前现背。行了，怎么意思？行了，有哎，差不多，差不多，就这一句。看你的字咬得不清楚，你知道吗？啊啊，您咬清楚点。没事，来，这回行，啊，这回行。啊，我横你知道吗？行，小鬼知道吗？我来吧。横特动切，动切，动切，动，招来嫦娥骑永鹤。麻将那个。绮罗，这什么味儿啊？这听惯了就行了。妈，坐，好好坐着。啊，夫人，啊，汉子，汉子，您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怎么着？咱们到农村了是怎么着？怎么着？汉子都出来了，叫爷们儿呀！呵，你说您这净粗口可不？你说说，这汉子爷们儿，您这哪儿练的？不是什么什么？快说，你快说，老爷呀。老爷是吧？啊，哦，老爷，对对对对对，夫人老爷，可不是吗？对对对，来两口子嘛，来坐坐坐。啊，夫人，啊，汉朝的老爷，我汉朝的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啊，你我的女儿啊，啊，她到哪里去了？可说啊你。此时倒叫我莫名其妙啊，你琢磨他这个意思。行了，甭跟这儿磨合了，你前面来吧。做戏想做什么戏呀、啊、你想呀，哪儿去了呢？甭想了，甭想了，我这我就好，我词儿有词儿啊，有词儿你说词儿啊，就是没对戏，有点小障碍，小障碍一过去就一马平川。我都活了，一马平川，你倒说呀！是来开始，开始来，什么是做做做做什么？你知道那词儿啊？别人笑话你，别人笑话。啊，夫人啊，汉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啊，你我的女儿么？啊，此事说来话长了。想当初，后汉三国年间，有一位莽撞人，自桃园结义来，打野行令明。行了，这长啊，这词儿可长。我知道长，这最长这段。奔趟子去了还不长？这段大，这大，这个我知道，你不是这用得着吗？你怎么着？你说什么意思？气得我胡说八道的。你说什么意思？你怎么意思？你这不是这不对词吗？对词，您倒说词儿啊！我一直没闲着，我嘴闲着了吗？对吧？闲着了，说的闲白不？你说怎么着？你问我是吧？啊，这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您这说正词儿啊！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啊，这比刚才那长，比那还长。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行了，行不行？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不是您这老差不多可不是？哎呦，你怎么糊涂？障碍过去就一马平。那边，再说这套我抽你！我告诉你，这手不是。夫人啊，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啊，院子来报。来了，来了，不在。快点，急了，别来。我先去你订房。
会儿就来，一会儿就加班呢。不是怎么回事？加班呢？不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院子上啊，他没来啊，没来你赶啊？咱说好分包赶角，您赶院子，我来这个，就这儿，您赶角应该上啊，不得挖个。您这别那么嬉皮笑脸的，我不习惯这，您知道吗？这个可是院子啊，院子啊，哦、这里边还您那个八号老爷，您得叫我。哦，来院子啊，还有身上、啊。一会儿还敢不敢房子吧？房子还敢不敢？敢房子干嘛呀？院子都来了，房子怎么着？您怎么还院子老家人管家？刚才解释半天不明白。不是我这哦啊，说管家是吧？啊，说话不说话？说话呀，有说话的是吧？说话呀啊！那个什么，那个这个院子，这个这好几种呢，还有一种是那不说话的，还有一个那残疾那样的，那您哪种的？不是您打小学的这东西也够杂的是吧？不是这出来怎么着还比划不比划那个说话是吧？没有那么多，不有没有那么多，就这儿就出来啊？没有，有点身上大身上，到时候您这单腿给我一跪，还有大身上呢？大身上啊？大身上啊？啊！就行，我文武代打。真的，你来你就知道，我文武带的啊，真的，都行啊。来来来，你看，你不信我？啊，夫人，马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院子来报、哎，这就来了。赶这个，你等着，我这好事你知道吗？他是很认真的事儿，你知道吗？演什么戏？怎么了？你不告诉大身上吗？大身上让您折跟头啊！这一会儿这一马平川吗？啊！您这还平得了吗？您这个不是怎么着？有这没这个？没这个，没这个。您单腿一跪，叫我老爷抱就完了嘛？你这进来叫老爷就完了？可不是嘛？你这是改编本的，你这是改编本的，没有改编本。你握着，你握着这个来。没棒槌来这玩意儿啊！夫人，马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对对对，单听院子一报，院子来报，院子来报，报老爷，我的太太哟！嘿，行了，老爷，哎，怎么着？新社会了啊啊！要饭的身份都涨了啊！站起来吧，别跪着了，这好不好？干嘛勒砖呢？你告诉我，进门喊老爷，喊老爷里哪有太太？说这不说，不说，不说。对，那我今天干嘛来的呢？您就报啊，报报报啊报！我问你怎么回事，你再告诉我呀。说哦，说这个小姐和石姑爷后花园散了婚，您会不会？我会，不就说有事儿吗？是不是？会。行啊，又给你一个机会，你知道吗？来坐。啊，夫人，啊，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啊，院子来报。哦，启禀老爷，大事不好。嗯，起来讲话。是，启禀老爷，大事不好。怎么回事？印度尼西亚发生海啸了。提这干嘛呀？我那些个人呢？不行啊！提这干嘛呀？这事儿还小吗？不，这事儿是不小，跟这儿提不着。不提这个，不提这个。那说什么来着？刚才不是告诉您了吗？没记住啊？什么来？我这你说，这我家小姐和石姑爷在后花园洒泪分别，就这么一句。这你都快累死我了，你快急死我了。来，跟外行没法弄，你知道吗？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院子来报。好、哦，启禀老爷，大事不好。起来讲话。昨晚三更时分，石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洒泪分别。哇，把我媳妇拐跑了？你说的？这什么戏呀、啊？这？那你说拐谁媳妇？你说吧，拐谁媳妇？你说我去拐去啊？小姐和石姑爷，哦，洒泪分别。哦，小姐，对。哎呀，你都快累死我了，你都快，我告诉你，太麻烦了。我这弄一脑袋汗，我招谁惹谁了？我看来我这先坐歇会儿吧。哎。
三听院子一报，院子来报。好，启禀老爷，大事不好，起来讲话。昨晚三更，石鼓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别去得。打人干什么的？有事说事，瞪眼不行。瞪什么眼？我是专家，你专家啥？我你为我怎么着？给你说戏，你错了得承认。这就别有错误不承认，小得跟日本人似的。这是挨日本人什么事？你过来吧，过来吧。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怎么意思？你有事说事，你别瞪眼，我不受这个。告诉你，你大爷哪哪都唱戏，知道吗？你是院子，你是奴才，我是老爷，我是你爸爸。呵，欺负人不行。不不，这等会儿吧，等会儿吧。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知道吗？真的，就您这模都踩着棍演了，还严谨呢？您这是让我心里很不宣的。您也消消气儿，您也消气儿，这不可妖性啊！我跟您说吧，我跟您说啊，哎，等会儿吧。你怎么着？哎，我细跟您说着啊。那你说，咱俩演戏，斗公训女。对，我演这个老这个老爷老爷啊！你给我舌头都不利索，你看。废话，这么半天一句戏没唱呢，净招我生气了，是不是？我演老爷，我呢？你演安人，然后您赶老院子，您不是演那院子吗？怎么了？您这是？哦，我给忘了，忘。您老忘，您台上怎么办呀？我不要紧了，哦，我是院子啊，你瞪眼是跟我啊，那我怎么办呢？您我是你老爷啊啊啊！您怎我是你老爷，然后我一瞪眼你就得害怕，我得害怕，你害怕就哆嗦，哎哆嗦，哎这地方您可得卖卖卖啊，这得卖卖，您专业呀，是是是，哎您哆嗦，您看您这身上啊，然后就好像有个地缝您都能钻进去，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看您这表演，这就瞧我的了，行不行？咱打头来，就精彩在这儿，没问题，咱们来吧，你今儿算来着了，那就瞧您这个，没问题，从头来，从头来，站不住了都，太累了这玩意儿。你瞪眼我就哆嗦哈，啊啊啊！疼，你什么时候瞪眼？上去就瞪，上去瞪好。疼疼，你哆嗦不哆嗦？我还出得去吗？你说你不哆嗦是？我哆嗦什么呀？好，来开始走。哎，唱戏是个体力活。哎，你还有话没有？没没事了。太累死我了。疼疼，冬切冬切冬切冬。朝来嫦娥起拥火，仙人堂前列绮罗，还是勒砖的味儿。啊，夫人，哎，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报来，院子来报。起来讲话。是，启禀老爷，昨晚三更时分，石鼓老爷与我家小姐好欢端中，洒泪分别去衙中。哎呀！你这干嘛呢？我找地缝呢，我去你的吧！